郭富城呢日就出席火锅店嘅开幕礼，城城好快就生日啦！大会除咗安排火锅蛋糕庆祝之外，仲送咗张一世任食嘅 V I P 卡俾城城添。城城就话生日会同屋企人一齐去食麻辣火锅，但系女女仲咁细，又中唔中意食辣呢？而家女女如果食到啲辣椒，因为我成日辣噶嘛，咁有时我筷子里面可能会唔觉意有啲辣味，咁我喂佢食嘢嘅时候，佢系会即刻面红唔出声，跟住面红。个样开始变，咁你就知道食咗辣椒。暂时而家佢太细啦，因为一岁零一个月左右啫嘛。咁成成今年嘅生日愿望又会唔会系想再追翻个仔仔啊？其实我都讲咗，我觉得已经系为人爹哋啦，系咪？咁我觉得而家做咗父亲之后，咁你做咗丈夫之后，其实我觉得同屋企人啊，同太太，其实太太都好一路支持我。我想我个理想系乜嘢，或者我想要点样，即系佢都好支持我。咁我都同佢讲过就系话，其实佢都认同嘅就系。就算屋企再加添成員，其實係天安排嘅，係天意嚟嘅。咁我覺得係每樣都係上面自然嘅。